车主写您的名字吗？不，写我女朋友的名字，梁亮。梁亮？这么有名的美女，你都不知道？啊？开玩笑的。忙了，我们开车去旅游吧。好啊，去哪儿呢？成都。三亚。哈尔滨。上海。北京。你知道爱因斯坦吗？爱因斯坦？喂。我马上回公司去。爱因斯坦说，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，工作的时间是13年，除去睡觉和吃饭，剩下的时间是17年。人的成功关键就在于这17年。你知道汽车是怎么工作的吗？你看，这汽车跑得多快，多帅。但是发动机的气缸里面，活塞疯狂地运转，这谁看得到呢？这就是人生。没有那13年，哪来高质量的17年？喂，领导，今天能接见我吗？不能，你还是约几个好朋友陪陪你吧。那好吧，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，放下，决定了，这么定了啊！哎，等等，我女朋友，哎，亮亮，嫂子，亮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才下班啊？我和同事刚谈完事儿。哎，嫂子，你吃饭了吗？没事，你忙去。好，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啊。等一下，哎，郑姐，我请假，特殊情况。再见，再见，没事，再见，拜拜。这位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你想吃点什么？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今晚的时间都是你的。喂，你在干嘛呢？看我的车呗。看车。不是已经有车了吗？我想给我们一个奖赏。我不努力工作，那怎么才能实现我的理想？你每天一个人吃饭、睡觉、看电影，你现在除了工作，我们还有时间在一起吗？接你的车来了。到了，给你打电话。
了。